件洋装啊，女儿非常的喜欢，是它完全亲肤薄透，弹力极佳 ，SM、L、XL 都可以穿。当然，你看一下身高比例哦，我是161，穿着小白鞋、平底鞋，大概就是长裙的阶段。那它可以稍微微箍一下、哦，然后这一件你也可以做到小性感。这一件呢、啊，看起来就是这样素素的，然后呢，左右各开一个叉，不会到太高，非常适合各位小孕妈咪也可以穿。然后很怕热的粉丝绝对可以穿这件，因为这一件超级凉，而且这一件出门旅游啊，或是吃饭啊、拍照啊，绝对是一个亮点。因为呢，不会裸露，也没有裸露，但很冰凉，版型非常漂亮，穿出去非常非常的高贵。这一件啊，如果你是戴这样珍珠耳环，它反而是一个很高贵、很气质的感觉。当我今天戴上了牛仔外套或是草帽、墨镜的感觉，就是感觉小小轻松度假的氛围。我觉得这个是喜酒啊、喝喜酒啊、婚宴啊，或是参加一些就是 party， 我觉得很适合。我觉得黑色就是实穿，然后高贵的路线，它真的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你可以自己塑造你想要的贵气，你可以塑造你自己想要的休闲度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没有绝对，没有一定，看你怎么样去穿搭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让大家做造型的一件又实穿百搭的洋装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很值得添购。